么看看？一些产业的风险看不惯，你年轻的话，我是不是一样？一定要先把地面铺平吧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慢慢开始做建筑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过去的2000多年之前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。包括那个考古学家把人的船都走，现在在罗浮宫，知道吗？这个给我们做另外的复制品，跟是长得一模一样，跟他偷的那个长得一模一样。不是啊，这个是 copy 的。外面还有一个泥砖做的围墙。如果你们出去之后看右手边，会看得到原来的围墙，泥砖做的围墙的一部分，到现在还保存的，算保存的很好。还有你们注意看最后吧。这块浮雕很漂亮，你们也可以照。这是帮助法老王带上去埃及王冠的那个压面。老有造型感的，这个猫怎么可以定着那里还那么有造型感的啦？Thank you.
来 Sophie Mercy， 阿德拉萨德。
这里的神庙。在古时代，最伟大的法老王都住过这里，没有动过。而且他现在算在市中心，所以现在的卢克索是在原来的卢克索的。这是方尖碑，本来另外那边也有一只，但是送别人的，未完成。不是，他送给法国人的。哦。现在另外那一只放在协和广场。